好啦，咁咧，好啦，咁咧，咁我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九月嘅一号，九月十二号啊，礼拜一嘅时间，我而家咧就准备去泰国曼谷转机啊。咁咧，今日咧就系、想由呢一个嘅泰国嗰边咧转机去到斯德哥尔摩，就去瑞典玩转。咁咧，瑞典咧，我喺入边咧就当地就有一个 host 咧咁接待嘅。咁就我自己就第一次去歐洲嗰啲地方啦，咁所以其實都有少少期待啦。咁跟住然後咧，而家就整裝出發，就諗住咧equip 係啦，即係就裝備自己啦，跟住就準備上機噶啦。咁呢個咧就係我機票，睇先機票係依一個係啦，咁就去呢一個嘅準備去呢、這個。曼谷就停機十個鐘頭，咁喺十個鐘頭睇下有啲咩做啦嚇，可能睇下租做啊成咁樣，咁冇錯啦，就係咁樣啫。咁啊之後就再翻嚟再 detail 同大家講翻有啲咩玩啦嚇。